轿车和皮卡你可能都听说过，甚至还很熟悉，但是轿车型的皮卡那就很新鲜了，相信大部分人连听都没听说过。可是意大利的制造商阿兹诺姆却偏偏生产了一种轿车皮卡 Autolux， 这款车是以道奇 Ram 1500为基础打造而来。 Autolux 具有着道奇 Ram 皮卡庞大的车身以及全球任何一辆豪华轿车都没有的超强的通过性能，不管是劳斯莱斯还是宾利的轿车，在这台轿车面前都没有什么霸气可言。高高隆起的发动机盖带有着强烈的野性，车身侧面同样肌肉感十足，高高隆起的轮眉、侧踏板都显示着这是一台性能强悍的轿车。另外，车顶上还有普通轿车不具备的双天窗，车尾皮卡的货斗早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后窗、后风挡以及后备箱。来到车内，强烈的皮卡风格充斥其内，横平竖直的造型豪华感十足，但似乎和轿车有点不太搭。能摸到的地方几乎全是类似翻毛皮的真皮，虽然车身的尺寸极为庞大，但是这辆车的定员只有四个人，其豪华程度显而易见。该车的动力是一台 5.7 升的 V8 自吸发动机，功率406马力，扭矩540。目前这款特殊的轿车已经投产，您觉得这台车怎么样？欢迎在视频的下方发表评论。